最近 K-pop 偶像们演唱会票价越来越贵，也引发了网友粉丝们的讨论。而今日 IU 将举办粉丝演唱会，和其他偶像团体相比， IU 粉丝演唱会的票价很便宜，地点在 KSPO Dome， 一般预约票价有77,000韩元、88,000韩元和99,000韩元，而提前预订的话，三种票价都会再便宜10,000韩元。演唱会时间预计是100分钟，让网友们直呼真的太佛心了。近期演唱会的票价最贵都飙到近200,000韩元了。IU 的票价让人感觉回到10年前。通常非媒体票价是演唱会的一半，算是给粉丝的福利。不过以 IU 的作风，把 fan 控唱到超时是绝对有可能的事，所以这个价格真的可以说是物超所值啊。